莫非不见他一面，宇宙就要破灭了不成？这倒没有。那不就好了？我不过是去见一面罢了，见了这一面也不会死。正好这个至高试炼，说不定可以提升我的实力。你要去试炼，那你就去吧，反正我不去。我怎么觉得你最近越来越奇怪了？奇怪？哪里奇怪了？我没觉得。